哎呀，这一回来就给换尿不湿呢啊！拉了，哎，那没少吃啊，白天。我看，哎呀，吃胖了啊，大苗。喵喵，一天不见，吃胖了啊！现在已经8斤7两了。哎呀，这今儿吃啥嘛？吃火锅。哎呀，东西都买好了啊。洗好了不是买好了。利索呀。是呀。兔奶奶，你干啥？我还拍那个啥？兔奶奶擦一擦。没事，拍衣服去。他是打了个喷嚏，打出来呢。嗯。咋，兔奶奶呀，大苗啊？爸爸在呢。找爸爸，找爸爸哦。听说你们白天软磨硬泡啊，非要吃小火锅。我澄清一下 啊，不是听说，是真的。这婆婆不忍心了啊，这又给你购置了一桌，是吧？那赶紧的，别拦我呀，我要入座。哦呀，瞅啥呢？这吃个火锅为啥要搞特殊对待，还给我自己整个小锅？这辣锅你能吃得了啊？能吃。既然各吃各的，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啊！先下为敬啊！冻住了，我赶紧帮我，哎，给冻住了。这吃啥？你洗手了吗？洗了，洗了。哎呀，牲口啊！现在猫哥要给我下个羊肉卷儿。来来，多来点啊！多放点儿。好久没吃肉了是吧？嗯。来来，都你的，这一锅。那我也吃不完呀、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这一锅更有食欲啊。不辣不欢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开了，我先吃了啊！吃吧。嗯。哎哎哎，干啥呢？吃上牛肉了啊？好吃吗？人家说娃娃实在，就是你那时候怀孕之后吃火锅吃的，吃那麻辣烫，吃那辣椒吃的，你就污蔑我吧？是不是啊？不是、啊。中断一下，去喂个孩子呀！哎呀，这才当妈的，没听见他哭吗？这不容易呀、啊，你去吧。老公，这菜是咋洗？嗯，大锅菜。哎呀，嗨，这当妈的辛苦呢啊！吃个火锅还吃不安生。留着呢啊，继续吃。这咋爆出来了？又不睡。不睡觉、啊。今天就。哎呀呀！提前进入二月闹了，还不到二月了，这就开始闹了。这么不听话，你个大喵！你抱住他就不哭，你放下就闹。看你们吃啥嘞？是看老爷呢，这是。别别别别别！看老爷的，人家都说长得像老爷。我看像不像？我们看看像不像？咱露个正脸。把你凑过去。笑了。笑笑笑笑，默认了啊。笑吗？看看像老爷不？有。老爷可是双眼皮啊！给老爷干一杯，干杯！长大陪老爷喝酒啊！干杯！别陪我喝酒，我还领着你上清华北大，远离这个苦外。这老爷培养着上清华去，他把你妈妈没培养成清华，猫咪大喵培养成清华，行吗？闺女都没培养成清华，要把外孙培养成清华？你那不好说，是吧？啊，那都没精力，现在以后他退了休了有精力了，那不一样。爸爸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！确实挺培养，